好，各位，我们再来就要介绍第四个学习的项目，就是单字，还是希望能够慢慢的累积增加我们的用字用词，可以说得更复杂。这是一个简单的比喻，如果我的英文不好，我像小学生，虽然我是小学生，我用字用词很简单，可是我还是一样可以噼里啪啦说英文。当然我希望将来可以像国中生、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来讲英文，那讲的就更加的有深度。那当然最重要的差别就是单字你会越讲越深，英文的文法一定是一样的，只是单字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长。那么我们就把单字怎么样子拆解跟增加的办法很简单的介绍给大家。各位，当英文单字长的时候，我们比较不好念，而且也不容易记，所以如果能拆成一小节一小节，那就容易多了。各位，它是怎么拆法的？在英文里面，一个单字出来，先找母音，母音叫做 A E I O U。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个生字 bikini， 好，我们看到三个 I 三个母音，每一个母音向前抓，再说一次，每一个母音向前抓，所以 B-I-K-I-M-I bikini， 这样就出来了。那么我们看下面一个例子，先找到母音之后向前抓 A 向前抓，所以抓住了 M， 中间的这个 V-E 的 E 再向前抓，后面的 O-U， 好，各位 O-U 看起来是两个字，但是因为被前后的子音包夹，仍然算是一个母音， O-U 就抓住前面的 L。 那么我们发觉 R 没有人抓，如果 R 没有人抓，就由前面的 A 一起带走，所以 A 又抓住前面的 M， 又抓住后面的 R， 所以 more。 好，各位还记得刚才的发音吗？闭嘴卷舌 more。 第二个The less marvelous marvelous， 各位，单字有这样的声音，请大家仍然要以声音当老师，去听声音。不会的时候，我查一下字典，或者是在电脑上放出这个声音出来，跟着它反复的去练习。这样的声音虽然也许不是完全跟它一样，但是你说出来，我一定听得懂。我说的，你一定也听得懂。绝对不要自己看书看音标，自己那边乱念，结果念出来只有你自己才听得懂。好，那各位，单字绝对不要背，绝对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看，因为你将来一定要在句子当中看到这个字，或者是用句子来表达你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把这个 marvelous 放进这个句子里面。 This is a marvelous idea，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主意。所以各位 marvelous 什么意思？很棒的，有上下文，有生命的记这个单字，当然更重要要有声音，你马上就能用。 This is a marvelous idea， 咱们下午去吃牛排吧。 Good， This is a marvelous idea， I love it， 看到没有？ marvelous， 先发出声音，然后从上下文当中记得这个三字，你将来永远就用。